师傅好。你好。嗯，今天我帮妈妈问一下我妈妈的儿子弟弟啊，一九七二年。你妈妈的儿子弟弟。对，我弟弟那不就你弟弟吗？啊，我弟弟。为什么叫你妈妈的儿子啊？<laughs> 这两天天气不大对啊。好激动哦！看老搞不清楚了。<laughs> 是的，有点激动。嗯、讲吧。嗯，七二年的属老鼠的。七二年属老鼠。对。 哎呀，你想问他身体啊？嗯，他运气好糟糕。<他>糟糕我告诉你，他运气一塌糊涂。对。他这个孩子怀才不遇，怀才不遇，听得懂吗？是的,是的，是的。想做什么就什么不成功。对。对。嗯、我讲什么，你叫他不要难为情，好不好、啊、没事，没事，你说,说吧我讲好吧？可以的。 经常在电脑上看那些黄色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一直倒霉。知道了，师傅。妈妈给他念经念了，可能几百张小房子都改变不了。改变不了，很难。而且他的肠胃也不好。是的。鼓掌。 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孩子还是有办法改变的。哦，你叫他多看看台长的 DVD，、哦、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多看看 DVD。好的。这个孩子本质不坏，<的>从小对他妈妈很孝顺。是的，是的。做事情胆子很小。嗯。有点自闭症，在学校里他就怕别人讲他，明白了吗？说的太对了，师傅。啊 其他你,你要给他赶快念准提神咒，哦、准提神咒每天给他念七十八遍。好的。准提神咒是心想事成的经，只要一直念，你心想事成，好不好啊？好好最主要叫他要念，还有叫他要吃素，经常吃素，至少不要吃活的东西。哦，好好吗？好的。这个孩子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。 要废掉的，因为他沉迷在打游戏机啊、看那些黄色的东西上面啊，这个脑子出不来。哦，这样的。所以他有自闭症，而且呢有恐惧症，害怕别人。所以他更害怕看见女人，所以他妈妈如果叫他，哎呀，你什么什么接触接触啊，他都很害怕。 哦，这样的师傅、嗯、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给他每天念大悲咒十七遍，心经四十九遍。哦，六个月之后，半年基本上可以改变到七十、嗯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嗯、然后帮妈妈问一下啊，他家里做了佛台，然后看看这个。他家里佛台是吧？哎、嗯。 佛台还可以，还可以是吧？还可以，嗯，水杯小了一点。哦。水杯啊。水杯小供菩萨的水杯小了一点。哦。还有佛台位置低了一点。哦，这可以往高处。对呀，稍微高一点点。嗯。好吧。好的。嗯，他也是靠窗户的。哦。哎，蛮好的，这个佛台还可以。哦。好啦。那妈妈的念经质量还可以吧？你叫他妈妈要念往生咒。哦。 要每天要多一点四十九遍，因为他妈妈过去打死过很多蚊子。哇，这样的，大家又想到了，为全世界鼓掌。啊，死了蚊子，他说他都为全世界鼓掌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好了。好，他我告诉你，很快。你叫他。 我刚刚看他图腾颜色是白的，嗯，嗯你叫他以后要穿白的衣服，他精神马上好起来。你看他现在蓬头垢面的，这种还不是他是吧？让、哦、妈妈，他妈妈是吧？让妈妈,妈妈这样，那个、孩子好不了多少。哦，穿那个白色衣服要了啊，我看图腾是白色的。哦。嗯。那让他穿什么颜色衣服？嗯、白色的。白色的。你穿的什么颜色啦？我穿的粉红色的。我怎么看像白色的了？那妈妈。 嗯，干。啊，五好，感恩穿白色的衣服给你的孩子，好吗？嗯。你，他对孩子要好好的给他念心经，否则他的孩子开悟不了的，他自己也开悟不了。听得懂吗？好，知道。知道我不想讲他前世。 他的钱是很糟糕，哦、他妈妈、哦、妈妈的钱是很糟糕的。我妈妈钱是很糟糕，是吧？嗯。嗯哦，忏悔师傅，哎呀。嗯、好了，算了，嗯、不要讲了，嗯、好好念经吧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、嗯。嗯。嗯